请收看《维新世界辛丑年九九法会开示文》。各位维新圣教，松本山禅寂山仙佛寺吉构分寺道长住持、法师讲师，所有师资人员同修代表，阿弥陀佛。啊，今日今时。2021年9月13日，本教禅寂山仙佛寺总本山尊天华子，本着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再次申函。在辛丑年的农历4月8日，在维新圣教八卦圣城啊，举办105天的赛佛浴佛浴祖灵大法会圆满了。由中华民族联合祭祖总会会长吴光奇、秘书长严立法师来负责短作法轮，已经圆满了。而接着9月6日，在禅寂山三宝寺，由严嵩院长带领所有维新圣教分别学院的法师、诵经师、贤士同修代表深函。恭祝地藏王菩萨圣诞及瑶池金母圣诞的法会，盂兰盆法会在昨天圆满了。在前天、昨天，台湾台风那么大，将会影响到台湾的平安。结果在我们这个盂兰盆大法会啊，而平安了，台风转向了。这是王禅老祖师尊三宝佛的慈悲，尤其玉皇大帝的慈悲，悯我台湾同胞、台湾人民他的福报，而消灾化解，天恩永续，天灾永续，我们感恩。啊，今日今时。9月13日，在禅寂山仙佛寺总本山千佛禅堂深函99天的法会，恭祝阿弥陀佛佛诞及护国息灾，
大法会，我们现在开始深谈。今天深谈的意义非常非常的重大。本来新政教40年前的7月24日开启南天圣门，九大菩萨光降台湾，在维新正教黄山老祖教主的天威之下，九大菩萨与我们所有维新贤师同修一起同行，共转天下太平的法轮。我很感动，也感恩九大菩萨陪着慧眼及维新弟子走了40年的岁月，我们感恩。不知从哪里来感恩起，慧眼只有当下再度发宏誓愿，带着维新弟子、贤士同修，一起再走下去。希望再有一次的40年，让维新正教的教务发展到世界各国各地。所以在去年39年的农历10月15日，我们也是在千手禅堂深谈99天的法会，超度列祖列祖中的诸祖灵结果我们发现了列祖列宗诸祖灵云游地球各地法界山河虚见，处处隐藏。所以在去年的10月15日就开始奉请玉皇大帝明我维新弟子的用心。所以玉皇大帝天公答应带替我们所有维新弟子到地球5大洲去云游接引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回归台湾净土以宗教的修行法仪奉送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能够回归蓝天净土。正应了天德经所开示的来从蓝天去从蓝天的经宝意义。所以在庚子年的10月15日我们奉送提供出巡地球5大洲
现在还在世界各国五大洲还在出巡。啊，为我们维新圣教啊，教主王禅老祖及九大菩萨啊，在地球各地接引我们的有缘的列祖列宗诸祖灵，能回归来到禅机山仙佛寺。千佛禅堂啊，登坐莲台受纳我们的供养和祭拜，听经闻法啊，并由维新圣教幻变学院院长严嵩禅师啊带领的诵经法师以及一经大学的同修代表，在千佛禅堂香花前香花营斋串供养啊，并由维新圣教中华民族啊台湾世界和平促进会啊，理事长圆吾法师啊，及所有的理建事代表，每天在坛前依法招请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在坛前正心来供应啊，每天都要分批的来供应列祖列宗诸祖灵，回来禅机山仙佛寺仙佛禅堂九九法会坛城共诵诸经，维新圣教33经的经宝来供养，还也以香花钱香花银啊斋串供养，每日金银财帛来供养列祖列宗诸祖灵啊，这样才能够安顿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双法界三界万灵啊，这是王禅老祖的大慈大悲所盛世开示的法义真言。99天的时间会很累，会比往常一般的法会还累，但是这个是非常有内在潜能的真实意啊。所以今天我们深谈了啊，由维新正教啊，分支道场每天主派学员同修回来总本山仙佛寺啊，来生口一供养。做法工做义工，这是百千万劫难遭遇的
好一年。啊，在今年这一场，他所安排的过分日道场住持讲师法师甚至人员以及促进会的理事还有书信班的贤士同修讲师准讲师全部一律平等的来分派，这是各位的福报，也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来啊，这第一次这个福报分享给各位法师、讲师、准讲师、书信班的同修，各个单位的人员啊，一起来完成这个天命。我除了感恩以外，而是祝福，再祝福，再祝福。今后每天早上七点升坛，师父开示法会一年以外，每天下午一点半啊，开始由师父火莲禅师升坛开示王禅老祖天威火莲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啊，身为王禅老祖的门下弟子啊，必须要了解弄清楚你现在所站的地方在哪里啊，你的心安住在哪里啊，你的念安住在哪里，希望方向在哪里啊，这是很重要的。好，我们每天三餐法会都要供养啊，斋食供养给各姓氏堂上祖先所有安奉的年位都要供养啊，所以一个法会下来所动用的人力、物力、财力、脑力、智慧力，没有办法来形容，没有办法计算的。所以大家有缘的人啊，你们来参加超度祖先、超度冤亲债主、超度地基主、超度无缘住宿英灵啊，超度三界万灵，尤其超度中华民族3762次大小战争王族军民怨灵啊，这个都是非常重大的意义啊。一般教别教派所不愿意来办的，我们维新正教，我们大家的用心和智慧，我们办到了，已经现在过了40年的岁月，啊，唯愿
未来千秋万世，永恒的走下去，啊，直到我们渐渐成佛，啊，之后我们才可以善罢甘休，否则的话，我们还是要继续的努力。啊，正应了地藏王菩萨所开示的，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啊，的真言呐、啊！啊，开天九大菩萨的真言，将在99天内，我会一一的将九大菩萨的心法真言来阐述。讲给各位同修参考，大家一起来印心觉明啊，这是我们的法会的目的。祝福各位大家平安，大家心情愉快幸福，阿弥陀佛。各位微心圣教，台湾世界和平促进会会长及李监事代表及大安寺法工、义工、同修代表及各单位主管，甚至人类同修，阿弥陀佛！啊，今天是辛丑年8月8号。啊，是我们深谈辛丑年九九法会的第二谈。在昨天8月7日非常庄严的汉人天人祝贺之下，终于又深谈了，所以昨天下午6:41，南投为中心点，啊，仙佛寺，啊，向东的地方。在仁爱乡，这个横轴线竟然发生5.6级的天地大震动，来和我们相会应。啊，不管是吉是凶，总是我们的法会。已经深谈了，惊动天地人三才法界啊，我们很感恩，也各位的努力，这一个非常好的开始。这一坛的祭祖之后，105天的赛佛大法会圆满了，啊，接着又99天的法会在总本山千佛禅堂，
由祭祖总会李监事代表及各单位主管，还由祭祖总会新任会长圆融法师和秘书长的带领，我们又深谈了这一场九种法会。好，我们希望各单位务必切实啊，都来配合，少被安排来招请15615姓氏列祖列宗祖祖灵啊来区九九法会坛城，端坐莲台，静心听闻维新正教幻变学院圆宗院长所带领的幻变法师所恭送的维新正教33经的法宴，皆得心开意解，啊，顿悟无生华人，啊，必可回归蓝天净土，转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大家一起回去成就吧。下午呢，由师父昆仑禅师登坛，啊，为各界名扬两界来开示，开天40周年后，未来的维新圣教发展方向，啊，这是我们秉遵天意，我们也将所修的功德来回向给啊天伦煞神作为解冤释结，回向给列祖列宗诸祖灵，回向给莲座上啊各个诸灵。啊，这是我们维新圣教修行的真实意，这是本着为国修道、为全人类、全民来祈福。啊，这是我们的天命。